袭击暗阳，有多冰冻之王不禁妖气冲天。有一军士为吾军归来路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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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六将，今夜被你任兵生指使，开启妖怪报应。今五六将，对。奉是军武指挥一体，华环之后。你当年所言的山海机关，又是何等壮观贵贵的地方呢？哈，看来这场旷世之会，我也无言的地，这场旷世之战就先来到了。一波狂舞，时光又过七十。开篇古今，独山不能救索，难过一幕，有天为子，为吾君。气势十足，就是西河太鲁斯了。我就是故意人，前往红山岭跳舞。老一句，人一幕。该有保佑生命的权力，不必苦苦相拼。爱苗，想问过魔流剑吗？哎，听无人为剑马剑，又爱靠地咯。就在此时。惊世初会，一只魔鬼吞天，一只侵入地面，一招决定你的命运，就看是由谁决定了。剑动者，魔上王者，一触即发。啊！对吾将闻翻身功力，集万千下士魔力。形成公布无损。金兵生用着动机器，就算温度金币吞噬，是最冰冷的一剑。一模糊冰冰，功力流松不高飞。敌将高飞，刹那间快速，似是应急之万两。敌将贵后，相雄动力。妖怪之子，孤身求婚，你可是为本尊？为着的实力，就在震撼高点之刻，竟从妖怪传来一声惊天悲鸣。是生物救援悲鸣？哦，不妙！魔流剑，可怒！哇！破军滚滚，暗魔剑，啊！只见任冰生再闻极冻之气，冻结万魔之威，顿时放眼所见，
원주비리봉빙수직이경종유지의처위득오진보환